我们怎么那么瘦？贫血很厉害，他的那个血色素只剩下5，好，他所以要输血，然后是因为没有吃吗？对，因为没吃。白血球的部分是32000多，已经败血症了。败血症，然后嗜中性球也高，那血液生化部分就白蛋白偏低嘛，那营养状况差，然后球蛋白也低，所以他这个都营养状况差造成的。然后刚才那个 X 光片是撞到骨盆，它应该是压过去，整个压过去。对啊，所以它的骨盆粉碎性的骨折，然后那个脊椎在13、12、13的腰椎的地方也有断裂的状况。